不行睡觉啊。他是在看睡眠的。等一下继续吹冷气哈，外面好热，好不好？他在录。妈妈，我们要现在要进去，刚刚出去那个逛街啊，刚刚去逛街。逛完街回来呢，就是给他晒晒太阳，因为人家是老家哈，维生素 D， 哎，对，要晒晒太阳，而且今天外面天气不是说太阳很大，对对对，所以晒晒太阳。那晒完太阳，现在回来，哎，那个泡泡脚，哈，妈妈好不好？现在要跟你泡泡脚了，好不好？哈，泡脚泡脚啊，泡泡脚哈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吃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再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啊。